表演时间咯。由黑魔法演艺工作室旗下四人女子偶像团体为你捎来四季的花信，以少女的姿态降临世间，伴随着花朵的绽放宣告四季的到来，期盼在未来的季节里都能与你携手共度。掌声欢迎花笑。Oh,
程。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，永远不会完结，就算我们俩都忘记了谁是谁，真心话我们让千万别说。
代表春天的玫瑰红担当李环丽卡，大家可以叫丽江还是谁呢？丽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代表夏天的百合绿担当优雅优美，大家可以叫优美酱还是谁呢？优美酱。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代表秋天的金木犀黄担当李穗林米，大家可以叫我林米奇还是谁呢？林米奇。嘿，大家好，代表冬天的边草的木叶木子奇，大家可以叫木子奇还是谁呢？木子奇。我们是华夏 Queries，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，我们是代表四季的团体，刚好四个人代表春夏秋冬。那我们的原创曲也是跟我们对应的，也是代表春夏秋冬。刚刚带来的两首歌曲呢，就是我们代表春季跟夏季的两首那个原创单曲，那是《春夏》跟《真心话大冒险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带来秋冬的两首歌曲哦。对，秋冬的两首歌曲是就是比较有个性、比较特别的一些歌曲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应援到最后。哎、yeah. ，OK， 那就我们带来我们后面的歌曲喽，请听响。谢谢大家，那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曲，请听奏选。
谁的心。然后后来
觉得，哎，刚好我们只有四个人，好像可以来一点特别的主题，所以就和季节来做连结这样子。所以真的就是喜欢春天的就比较开朗吗？就喜欢春天的，我也比较开朗吗？开朗懒嘛，天真懒嘛。哦，有有。哦，那冬天真的很高冷吗？知己灵魂的鹅，哎，那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那通常团体都是三人、五人或是 solo 比较多，那你们的团体是四个人的组合，那会不会就遇到一些走位的困难啊，或是分配一些问题？有，就是四个人的话，队形就会要求比较平衡，比较 balance 对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跳合作曲哦，耶！中心三小位就交给你们了，耶！好，就这边欢迎广大的表演者一起来加入这个花笑行列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你们呢？你们今天摊位在哪里？我们摊位在那边有一只史莱姆，然后再过去一点有个小有个棚子，白色的棚子，我们在史莱姆旁边的棚子做物贩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上 FB 搜寻花笑 Quarries， 或者是 IG 搜寻哈纳沙库底线 Quarries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，耶、yeah！那最后有什么想要宣传吗？近期有什么大活动吗？我们接下来的活动的话是11月4号礼拜六在 PF39有我们的表演，在花博哟，在花博都可以来看看喽。然后还有11月5号的星期天，然后也有 滴滴 Face 的活动是晚场，那详细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专去看看哦。哎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对，那个11月26号跟30号有优雅的 solo 可以来看特别的演出哦，耶、yeah ！特别演出哦，然后还有就是明年4月14号有我们的2周年 and 解散场，对，大活动，希望大家最后一天也可以陪着我们开心的度过哦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也会先出我们的专辑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原创曲的话，然后的几首歌都会收录在里面哦，那都可以详细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粉专。好，那我们麻烦转身面向背面。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摄影师拍一下大合照哦。我要蹲下来，要蹲下来。然后还要再请我们可爱的山羊，还有一个，有这么多。电话一天，摄影师太辛苦了吧？很好了，成功了，来，还有3、2、1，再张3、2、1，耶、yeah！谢谢大家。好，等一下午饭的时间，我们有初见的手机拍可以做兑换，欢迎大家初见都可以来找我们，好朋友也记得要来，欢迎大家呼朋引伴来找我们初见。嗨，那么以上呢，我们是花笑 Quarries， 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した，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した，拜拜，午饭再见啦。Oh my god！ 大家先别走开，待会登场的这一间女仆店竟然。